鼎鑫集团是标售三重土地案再度流标了，70亿连带案27号就要到期哦，造成了清偿债款的压力大增。主办银行兆丰银将在最近召开银行团会议，参贷银行台新跟张银倾向来协商哦，展延本金还款。意义呢是态度比较坚定，强调到期不续借为原则。以上是这节的产业快讯，我是郭凯，谢谢收看。